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。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原神 5.0 纳塔黑石烟落白石下任务宝箱三个魔神任务》第五章第二幕。任务中副本有三个宝箱，一旦错过就拿不到了。然后我们把时间拨到两天后。好，这边回头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来到这个圣火竞技场右下角这个锚点啊，闯过来。这边的话大概会进行一个几分钟的剧情对话啊，然后我们接到下一阶段。好，这边跟完剧情对话之后呢，我们打开地图，然后来到这个玄木人右手边这个位置，是可以直接闯过去的这个三角形这里啊，声望系统。好，来对话。好，这边对话之后呢，西方向地图左边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东方向地图右边。好，跟着任务指引左边走下来。讲笔记对话。好，接着旁边这一个对话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对着面前这个东西按一下 T 键啊，右下角这个按一下，点下 T 键，然后像这边按 E 键，然后可以往前拉啊，整个钩索直接拉过来，按 E 键可以直接拉过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按一下 Q 键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看向周围啊，等它发射出来啊，发射出来，然后这边过来啊，收集一下碎片啊。第二个还是最后一个，动作快一点，三个全部拿到。好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看向周围，好，捡一下地上的碎片啊。好，收集一下，收集一下，然后呢，中间的话会有那个纹路提示我们收集的进度。好，我们把怪清一下。好，这边的话你自己把怪清一下啊。清完之后呢，来继续捡这个地上的碎片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按空格啊，点按点按点按。手机上应该就点屏幕吧，然后一直点。好，这边对话的话，下一阶段生命的回响。然后我们去到这个圣火竞技场这边啊，传过来，还是右下角这个锚点传过来。好，点任务追踪。从左边这边走过来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在左手边有个传送锚点，来开一下。开完来进来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来观察一下。好，然后来和火神对话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来走过来，中间这边放置一下。好，这边的话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右上角这个传送锚点，传过来。这边的话近一点，点任务追踪。好的，这边的话我们要进入一个副本吧，秘园遗迹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里面的宝箱收集。好，接下来之后呢，直走。
这个里面有三个宝箱，一旦错过了就拿不到了，这是副本宝箱，好吧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来继续往前走，直走。按一下 T 键，然后按一下 E 键拉过去，然后再按 E 往对面拉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第一个宝箱啊，你自己开一下，我当时没开。然后这边一技能拉上来啊，一定要记得开啊，刚才那个宝箱，这个副本宝箱，一旦错过就不可能再拿到了。好，一把怪解决普遍不解决掉之后呢，会出现第二个宝箱啊，自己开一下，一个普通宝箱。然后开完之后呢，按 T 键激活一下。哼，好，过来之后呢，自己清一下怪啊。清完怪之后呢，旁边这个机关会解锁，然后我这边当时在找啊。然后旁边过来啊，把这个机关解锁一下，点下启动，然后门就开了。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然后这边按一下 T 键啊，附身可以变成这个龙。把这边怪解决掉之后呢，这就是最后一个宝箱啊。啊，记得开一下这个宝箱，不开的话到时候就拿不到了。我当时录素材的时候没开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一定要记得开一下这个宝箱，在后面开一下这个机关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这边按 T 键变成龙之后呢，我们用鼠标左键啊，把这个石头给它打了。啊，打完之后呢，这边按 E 键遁地啊，遁地，然后顺着这边任务指引的方向往上走。啊，这边的话顺着这个石头然后往上爬，我们可以捡这个蓝树啊，右边的话会有一个这个体力值啊，我们捡蓝树就可以回复啊，还在这边对话。好，这边进来坠入永夜啊，然后前面的宝箱的话你自己记得开一下，因为我录制的时候当时都没开啊，然后这个宝箱如果你错过了你就拿不到了，因为这是副本里面的宝箱啊。你们看是不是在副本，就左上角能不能退出啊？是退出的话就是在副本里面，我们这边跟着他走。好，接着我们来把这边怪清一下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来继续跟着这个灵魂走啊。哟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来继续跟着他走。好，接着来清怪啊，自己打一下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继续啊，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跟着任务指引走。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
去到任务提车地点。我一进，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要打 BOSS 啊。然后你这里的话主要是用试用角色，然后主要是给你试用一下角色，你自己打一下。这里的话用水属性霍顿啊，来，好，重力重地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会出现一个风场啊，整个风场飞上来。然后跟着任务指引走，这边的话从右边绕过去啊，绕一下。小地图右边东方向啊，加油，再快一点回来吧。那这一阶段任务就做完了，接着是下一阶段任务，过去与未来啊。传到左下角这个传送锚点，好，然后回头，从这个门进去，然后来和 NPC 对话。好，这边剧情过完之后，我们从里面出来了，然后直走。左转，点任务绝踪了。从边下去。好，这边有个门进来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来进来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回头来和火神对话。好，那这边魔神任务第五章第二幕对完话之后就完成了。那下期视频再见。